路上就那些警察把我就是整个就这个学员其实这么大的扯了就剩这么一点点。不凡，我在我印象中我都不知道孩子究竟现在是什么样，他在不在这个世上我都不知道，我就很担心孩子。这个就是我们，这就是孩子骑车的上学。现在就是国家不重视，光喊着重视重视，究竟他们没有就是落实到现实当中。所以他们就是把孩子买去了，或者像我们这孩子丢失，他们都高兴了，家里就是说买媳妇也好怎么的好，我们这一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做新寻亲，寻亲大会是你。是你国家的事儿啊，还是我们老百姓的事儿？在首都上学都没有保证安全保障。你要是严打的情况下，您国家要是在坑边发现啊。Even when police are following up on a case, I don't think they're very good always at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And so parents feel uncommunicated to want to take action. I mean, I think that's what you naturally feel as a parent. But I think we have seen a real effort to try and reach out from the police to improve things. And we hope it will get better and continue to improve.我打算再做一两年，我可能要放弃，我要去赚钱，因为如果家里没有钱，我可能会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婚姻问题，一个父母的问题，一个小孩的问题，所以我在考虑我这个以后的路怎么走，因为找孩子是很长久的，很漫长的一个路。